知道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丝袜开箱。总之呢，这一次的丝袜开箱是开箱虾皮上面的，就是好像是销量前几高的店家的这个丝袜。然后，但是呢，虾皮的话呢，它其实没有说有牌子，然后有这种包装，通常都是大陆来的，所以我们就是看图选丝袜。那这次选丝袜就是由我们这个男性员工独身，反正我们就来试穿看看啦 ，Go Go！ 噔噔，第一双好像就是最基础，好像是它是写15单，反正就是它单数还蛮低，然后真的还蛮透明的，上面的话也是无挡的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来试看看耐不耐刮。那摸起来的话，其实没有到特别好摸，就是小粗糙。但穿起来的话也是小粗糙，你可以感受到它是一个便宜的，没有说特别好穿，但非常好看的一双丝袜，嗯，还不错吧？嗯，蛮好看，对，蛮好看的。那我们来试看看，那盖瓜，布丁，伸出你的小爪子，还行哎，哦，有点不耐瓜，满分十分给几分？三分。材质分3.5。好，看起来就是这个拍照起来好看的一双丝袜。好，下一双，那这双的话它是亮片，然后我前面摸起来材质还不错，可是我觉得穿上去之后它又开始没有那么细致好摸了。但是穿起来是看出它是亮片的吗？比较亮一点点，还是有雾面的？镜头比较没有那么看得出来。我觉得看得出来那个丝袜比较细致一点，这个单数比较高。然后它里面呢，它是有挡的，只是它的挡也是没什么效果啦，这样子。来，来一只猫，我们来刮看看，伸出你的爪爪。哎，现在丝袜是不是都蛮耐刮的啊？好像都还可以耶，就是它都不会有什么太多的痕迹耶。我是觉得有点失望，因为说是好像是说是亮片，但我觉得还好，没有特别。而且我觉得刚刚那双颜色比较淡一点，我是比较喜欢。可是穿上去摸起来，天摸，好像跟刚刚其实实际上摸起来差不多。你说穿上去摸起来，对，好像这也比刚刚好。哦，还是比较好吗？真的耶，它也很耐刮，它很耐刮。然后再加上你的那个被蚊子叮的包。不见了吗？嗯，变得不明显，可是因为它比较深了。对啊，现在这个起步分数至少有5。哦，所以他们觉得这比较好。嗯，5到6，但也没有到太高。15单，这个是15单，他要写这个单数是15单，所以刚刚那个更薄一点。嗯，好，那么换下一双，噔噔，这是第3双，然后这一双的话是灰色丝袜，因为之前没有试过灰色丝袜，所以就想说拿来看看，哎，穿起来。是一个还蛮特别的感觉。怎么说？真的会有人把这穿出门吗？但好像不难看我啊，柔焦修饰效果。我觉得它就是你近看的时候，还有就是在腿这边是灰色，但是看到这边远看看镜子，它又是肤色的。不知道大师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如果是女生穿的话，的确是一开始会很难看出来。可能就是骑摩托车的时候在后座，然后那个男生就会开始搜他的大腿的时候摸下去，哎呦，丝袜哦，不一样哦。前提在搜大腿，为什么会这么有画面？所以真的会有人穿灰色丝袜？我啊，不穿肤色丝袜。我是人啊，有些肤色不够白，穿起来会更黑耶。穿起来会很黄，就是不会不自然。哦，所以这是校色用的吗？嗯，我觉得有成功校色的。哦，有成功就是好。所以现在它的上面上下半的颜色不会差很多。如果你今天的颜色整体颜色比较浅的话，会更好看。嗯，不行，我懒得再换。没关系，这样就好了，都好看。然后是几分？哎，我刚刚摸一摸，我觉得就是也是有点塑胶感觉材质。便宜货。没错。这个惊喜感我给4分。哎、欸，但它的光泽其实蛮好的，你这样坐下来就。可是它那个近看是灰色的耶。怎样？6-7分吧。6-7分算7分啦，比较特殊，但蛮好摸的其实。但是这个真的不建议，就是腿稍微粗一丢丢，或是会在意自己腿比较肉的人穿。伸爪，他不喜欢这个环节，刮不出痕迹耶。再一次。还是因为是灰色看不出来，但我觉得你已经刮蛮大了。灰色，对啊，应该是真的看不出来。感觉是挺耐刮的。对，哎、欸，它
一样的蛮耐刮的耶。我觉得虾皮的丝袜对我来说最惊讶的是，竟然每个都蛮耐刮，就是穿起来跟外面品牌丝袜比起来，就是摸起来没有那么舒服，但是好看，然后耐刮，而且每一双都很好看。你上次的超商丝袜确实一刮就废了。真的、哦，好，那这一双的话呢，它是咖啡色的丝袜，只是呢，因为我现在晒很黑，所以呢，穿起来像像肤丝一样，像是非常非常自然的一个肤丝，蛮好看的。对，其实蛮好看的，我蛮喜欢的，就很自然。但我还是想要你掰回来肤色均匀的部分。这个应该算是肤色健康的。对啊，健康肤。如果你全身都能够一样那个黑的话，我觉得很 OK。但可惜我不是。对。它是有遮瑕效果，没错。好像 bling bling 的。哦，对，它有加亮片。有那个光泽在，蛮自然的，不会到很塑胶的光泽。嘿，哎呦，后退一点。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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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中规中矩，有遮瑕度，还不错。分数OK，差不多了。差不多。我有，会给到七或者六。但它穿起来就很普通，勉强六可以，就是材质很普通。如果它，因为我们已经有试过日本的肤丝，日本肤丝这是真的屌，那就是真的超厉害，超好摸，就是很厚而已。如果硬要讲的话，是它的均匀度还不错，但因为这种毕竟比较便宜嘛，你的腿在比较弯起来的时候，膝盖后面那个皱褶会比较明显。真的耶？对啊，就会被发现我是人造人，我会看起来像橘皮，所以不行。抓抓。哎呦，它真的没什么痕迹，它根本看不出痕迹。声音好清脆哦，蛮强的，就好看，然后耐穿。因为我们真的是很懒，然后随机挑了一件虾皮买，对，就是卖的人很多的那种。你这样坐下来，你膝盖的那个亮片感就会比较明显一点。对啊，我本来以为会很油光诶，结果没有。首先呢，戳一个洞。首先，你这是丝袜教学吗？啊，怎么把丝袜撕的好看？它是没有这个丝袜，其实真的破一个洞它就撅了耶。可爱猫咪，好可爱哦！放大了，放大了。好，这是第五双吗？然后它这个是下面是一个小蝴蝶结，我觉得蛮好看的。这双真的很不错。对，然后腿看起来也蛮细。哎，这双真的很漂亮哎。我蛮喜欢的，所以我特别为它换了一件衣服。可惜太大件，就还没拿去改。观赏性极佳了。真的哦。所以比起就是一般标准的丝袜，有花纹的，你们觉得更好看？要看什么花纹？像这个就很好看。评分吗？这个首先它应该是就是好看用的啦，所以触感什么的就算，它触感可能也只有三分左右。我也觉得它是好看用的，因为它就是硬邦邦那种触感。但是如果说视觉的话，其实一定有到七啦。哦，我的基础分数也是就是七。我觉得这样非常好笑哎，这就是白色那一双，我自己还蛮喜欢的，我觉得有种纯净感。蛮好看。有吗？有，但我很介意你鞋子太大。这是我爱丽丝梦游仙境的兔子。也是拍照用，而且也不知道为什么看起来比灰色那双细，还是因为你现在的蓬蓬裙。我给他十分。感觉大师没有很满意。OK， 甜怎么看？我觉得蛮好看的，但确实是拍照用啊。看起来有点那个灰色的，应该也有到七分啊。的确，这个穿起来的确是会有一种就是显白一点。好，那今天影片这边这就是六双虾皮丝袜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我觉得整体来讲是皮衣好穿，算是耐刮，但是如果你一刮出一个洞，它就会整双毁掉的一个丝袜。然后我觉得都还蛮好看的，而且很便宜，所以大家可以大量采购。那如果想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之后还可以按照我的粉丝专页加入我的频道会员。加入频道会员的话，有机会可以看到今天你有手机拍的照片哦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，拜拜。